They are in their early 20s. Some still teenagers. 救护车，快一点！来人帮我提一下，我拉不动了。哪有救护车？赶快帮！Their friend is dying, but not on a battlefield. This is their capital city.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0周年，在当年由学生民众自行发起的民主运动，因为被那个时候的人民日报社论定调为一场动乱，进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。接着就是枪。 装甲车以及争取自由所留下的鲜血，当年这场血腥镇压，如今在人民日报的新闻逻辑看来，似乎不足挂齿。他们似乎认为，习近平要求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更为重大、更为重要。但在过去这些年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六四天安门事件对对岸来说是个极其禁忌的话题。你如果在中国大陆的网域当中输入“六四三零”或者是“天安门运动”，你不仅找不到相关的结果，要还原当年事件的脉络，那更是困难。因为就连在微博上面， 都有70万篇敏感的贴文被莫名其妙删除，但是出生于自由国家的记者对于这起事件知道的可就多很多。但大多数的记者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多次询问的结果，多半你只能听到耿爽惊异、那起政治风波来代称，而且说当年呢，其实中国政府呢对于这起政治风波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。 但在诸多国家当中，有个地方的政治立场极其特殊，我们要指的是香港。这个地方几乎年年举办六四罹难者的烛光晚会，但是最近有香港的研究团队前进到英国考察，发现中共对于六四悼念活动的打压，早在主权移交之前。 其实就已经发生了。不仅如此，中共当局在1990年似乎只桑骂槐，把抗议基本法草案的行动牵扯成是悼念六四的纪念活动，而后从开始七一大游行开始，这一连串故意假装不知情，或者我们台湾称装睡觉不醒的行径，不仅延烧了到最近几年的一地两检争议，立法院议员以支那代称的宣誓风波，一直到逃犯条例的修订，中国当局似乎都有意营造 一国两制其实是个有漏洞的状态，这让有心的当局可以伸手介入。而就在刚刚提到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之际，全港反送中联盟也呼吁香港人在6月9号上街要求撤回条例，并且已经有报道称全球将会有6个国家， 另外还有15个城市会在当天一起抗议恶法。这种种的因子以及时间点，不免让人有危机重现 这样的联想。不过更值得被联想的事情是，港股中午休市的时候，这恒生指数刚好跌了80-9点，而恒生的中国企业指数也下跌了64点。这跟当年天安门事件所发生的时间点1989年6月14号有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。而事实上，类似的案件在过去2022年6月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巧合，当天是以2346.98点开盘。好，你听起来不怎么样，但 反过来看，刚好也是89-64，最后收盘还下错了64点89，种种的巧合也让国外媒体是争相报道。但是我们讲了一大堆的巧合，我们还是要实际带您到北京的街头上来看看，这里果不如其然，维安戒备更胜于以往。特警冲锋车待命，众多武警戒备，以防六四天安门30周年再出乱子。不仅维安滴水不漏，连编号D896的一辆列车也被迫停驶。 但人民被压抑的反动情绪，日本记者在北京小书店发现，依然透过文字找宣泄出口。中国阅读获得解放，这个话讲得很好啊。只是出了书店，就算是外国记者也难逃便衣警察秘密监控，当场将人带走。平反吧，九万万！平反吧，九万万！ 反观在香港，则是年年大规模游行追悼。晚上8点的烛光晚会预计将有6万人参加，就是担心奄奄一息的民主被中共黑手送进历史坟墓。6月12号，一旦香港通过逃犯法，香港将引起全世界的 政治上与中国的巨大的激烈的较量。6月9号，港人将走上街头为逃犯条例力挽狂澜。但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爆料，中共其实早有准备。共产党大量的调兵去广东、深圳、珠海，一旦6月9号失控，就要封港。 Pompeo praised the heroic protest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1989 and condemned the government's decision to send tanks into Tiananmen Square. 尽管美国国务卿发言抨击中共粗暴执政，纽约拉法上也举办连续10天的六四真相图片展。公义必胜，公义必胜。
台湾处在历史重要关头，香港民主运动如走钢索，就怕沦为中共扼杀民主的另一个牺牲品。三立新闻上报道。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跟您聊到说被禁止的字词到底还有哪些？接下来我们也陆陆续续跟您说分明。由香港跟加拿大的研究团队找出了前后一共3237个，其中包含像是王丹、邓小平、绝食请愿，好，这些都是当年天安门事件的关键人物，还有关键行动。而另外像是春夏之交、长安街这些地点比较有暗喻性含义的也不行，甚至今天、明天、昨天这些东西也都不准。好，另外呢，图片的部分还有像是黄色小鸭，你如果现在开始 key in 黄色小鸭的话，你可能也搜不到太多的东西，因为这个黄色小鸭它一度被修图取代成是天安门前坦克的影像，似乎也因此成了被追杀的关键。而当初呢，现在你在画面上呢比较偏中间的这个地方，你看到的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酒，是8964，它的这个酒啊，其实就是直接写成这个喝酒的酒，8964。但是因为这个数字谐音听起来十分的敏感，因此上游呢也为此被拘留、被判刑，甚至连列车的车次，有一辆从兰州开往天水 D8964 号的列车也都被封锁订票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此这般的隐匿历史事实的行径。这也难怪了，我国总统蔡英文除了发文纪念这个日子之外，也更感叹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前举。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这天，总统蔡英文除了发文悼念，更有感于中国对香港推行一国两制，实际上却是不断用一国的概念侵蚀香港人的民主法治精神。总统引用香港漫画家绝绝 and 猫叔绘制的一连串插图，以香港人的角度告诉台湾人香港目前面临的困境。不光面临中国移民大举移入的威胁，政府的推波助澜下，这些移民还分享了港民原本该有的资源，不但年轻人申请不到国宅，因为全部被中国移民抢占，甚至入资炒房让年轻人买不起房子。此外，中国政府更藉由消灭广东话、钳制媒体，希望能够根除香港人的本土意识，而这些统战政策都在香港不断发生。尽管表面上香港还是歌舞升平，但少了自由的港人，没有民主的滋润，让他们更羡慕台湾的美好。希望台湾人能够自觉，不要轻易相信中国输出包裹着糖衣的一国两制毒药，坚信可贵的民主自由才是台湾最难能可贵的地方。